你怎么那么破脸瑞？你要说出个一二三来，这石头好在哪儿？一，它是一块深海石。二，它是一个薄薄的石。三，它摸着很光滑。还有呢？关了，一二三了。我不关。是不是的？哪块石头不是这样的？就我拿块的这块不是这样。那你啊，是这样。它这么特殊，你给它捡回来，你不说给它扔了，快点捡回来去。关了。结束杜布德旅行后，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斯普利特。经过一番搜索，我们了解到总行程约230公里，开车前往大概3到4个小时左右。有两条高速公路可以到达斯普利特，一条是先由第八沿海公路开，然后进入165高速公路，这是一条比较快捷的路线，大约3小时20分钟就能到，中途收一次过路费，约5.4欧左右，加上油费，整个行程大约41欧。第二条则是只开第八沿海公路，开这条公路的好处是沿途风景优美，可以停经路过的小镇，并且中间没有收费站。缺点是时间比较长，需要开4小时左右才能到达斯普利特。如果你的决定和我们一样，由第八沿海公路开往斯普利特，中途休息想逛一下沿海的城市的话，我们推荐以下几个地方。首先，我们来到普洛切，这是一个靠近旧港的富饶海滨小镇，以高档酒店和出租公寓而闻名。小镇内博物馆展出传统服装和纺织品，建于14世纪的普洛切城门可通往杜布老城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马卡尔斯卡。它位于比奥克奥山脉和亚德里亚海之间的马蹄形海湾，这座城市以其棕榈树环绕的长廊而闻名，那里的咖啡馆、酒吧和精品店俯瞰着海港。最后我们来到奥米什，它的位置是塞蒂纳河与亚德里亚海的交汇处，奥米什的夏季音乐节是这个地方的一大亮点，是小镇美丽的体现。在此期间，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和独奏会在广场和教堂举行。从奥米什驶出，很快我们就能到达斯普利特，这是克罗地亚第二大的城市，也是达尔马提亚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若以古罗马代可里先宫开始建造的时间计算，该城市已有1700年历史。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，在去之前可以上网阅读一些资料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我们来到了酒店三斯帕拉托，这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距离世界文化遗产达克里先宫只有3公里。阳台上有秋千椅，可以一边听着歌一边享受美食美景。房间内还有独立的汗蒸房，整体体验5星满分。斯普利特老城值得浏览的地方非常多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。最出名的要数戴克里先宫。戴克里先是罗马帝国皇帝，他结束罗马帝国的30级危机，建立四帝共治制，使其成为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政体。戴克里先宫是一座罗马帝国宫殿，约建于公元295年到公元301年，占地近4公顷。戴克里先退位后居住于此。宫殿于阿瓦尔人入侵时被严重破坏。639年，阿瓦尔人撤退后，宫殿遗址被萨罗纳城难民改为他用。1979年，该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自然而然的晴天，我想要带你去海边，去留住这个瞬间，在来不及挽回之前。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，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就当是最后太冷了，你跟游去昂瑞那边。哦，我不行了，我太冷了。我一下就好了，我现在很好，真的。你好，你们船都摇起来了。这真的不会沉吗？真的不会，你想我都敢挑一挑。那你给我抱抱试试。